有毛料的，它是没有毛料的，而且它是开在一边，而且它一样是四面弹，这个 S 号到 2L 3L 都完全没问题，它本来幅宽就这么宽了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超弹，哇，超弹，而且它单，我喜欢它的大咪，对，然后它单侧做一个大开叉，它有开叉很重要、哦，而且我觉得这个连孕妈咪，你们想要就是想要长肚子，还是想要穿层次都没问题。如果这个是没有开叉的话，你有肚子的话，它会很明显。那如果你是因为有开叉的话，它反而是把我们的肚子跟屁屁这边都修饰到。而且我觉得，因为它只有开一边，所以你看另外一边的型也不会觉得很怪，不会跑掉、哦，对，不会很怪这样子。然后做到大 V 领，然后袖窿也是非常的宽，早秋一定要入手，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，针织只会越来越贵，不会说哦丢席然后变比较便宜是不可能的。然后这个又是可遇不可求，是没有混毛，没有混毛料，没有，完全不会刺，配到这种宽大 T， 袖窿也完全不卡，这边不卡很重要。然后这个绿色超好看的，虽然会有一点点微微的，就是两侧比较长，帮你们修饰马鞍，可是你们腿长的部分不会被压缩。然后如果今天你里面的 T 恤比较长的话，这样子搭层次都非常的好看。然后特别啊，你看这个我觉得那个棉花糖来穿也会非常修饰身形，然后分量感你看这么大 ，OK 的100分。背后是有盖到一半屁股的长，有是有盖到一半屁股的长度哦。